接招版《还珠格格》开机。根据音乐节奏进入情绪。音乐停，老奴在。学真像。天亮了，又该干活了。别过来。听说你会唱歌，还会写字，坐下。站起来都快比我高了。我这根东西，没有人能看出我在你身上做了手脚。没证据，这个是谁的针？他的，我拔下来了呀，皇上。我怎么可能连在人背上？你看到没有？这个针上写着三个字：容嬷嬷。眼神真好。老奴错了，皇上。赐死他！都是紫薇这丫头蛊惑皇上呀！老奴这是在为皇上办事儿。来人，传话侍卫到。再来个打板侍卫。香妃变成蝴蝶飞走了，是紫薇干的。啊！皇上，你要相信我，不是我。皇上，是容嬷嬷，一切都是容嬷嬷。你看她脸色都变了。哦，好。皇上，把她拖在板子上。皇上，拖着。你听，怎么不听人话呢？人侍卫，来吧，把她拖在板子上。皇上。老奴为了这个宫里打坐来。皇后驾到。皇上、皇上，你们别打了。皇后了，皇上还是赐死吧。赐死的，赐死的。皇后，打我，你们打。殴打容嬷嬷开始，不要打了。尔康到，皇上赐死他吧，赐死他吧，他该呀、不，他也是容嬷嬷的人，他这么说都是容嬷嬷教的。谁谁？他。不是我，不是我。这样，皇后娘娘，这垫儿也挺宽的，你试着躺上来。把他们两个都架上去。啊！老奴跟了你这么多年，你一过来就说赐死，赐死。我小时候喂，你小时候喂你的奶，记得不？记不得了，给我打！皇上，皇上，这宫里，这快过年了，也别闹出人命啊，皇上啊！好，那今天就到此为止吧，明天继续，加大力度，谢谢各位。